再问一下。偷拍一下前一半，熟悉对不对？熟悉完到底得了场？现在已经给他从我旁边过，所以习惯就好了啦。没有那么那个，对啊，对啊，赞。Her curly hair, but not the guy that she's walking next to. And suddenly I start to see that you and me are done. How do I know my time is up when he's taking over? Why do I feel this much right now? Cause he's taking over. Less than the father did this much.I told you when I still had the chance, but I was too young to feel what's in the air. Yeah. Now sunny Sunday turned to Monday when I saw his arms around your waist and eyes open. 56分，今天改买那一家，然后刚好他现成有三明治，他现成出了三明治来。今天上午要把事情都做完，下午就出去试那个卡丁车。9:57，下午希望不要下雨，下雨就很麻烦。2:33，我本来3:00要到那个中山北路瑞德，因为他们邀请我去试那个9号平衡车变卡丁车，但现在外面下雨，我们还在等天气好。对啊，因为下雨天根本没办法试啊，必须雨停了之后才能够出去，所以可能时间要往后挪。那早上一来就开始忙，然后这两天我昨天也有 vlog 中也有提到说。这两天都有人问我 i3 Plus， 其实我知道大家对 EOS， 因为 EOS 比较短，有些人担心说是不是不好学。其实我觉得啦，我老实说，它就短一些些，可是你脚站的位置差一点，其实差不到10公分，我差不到10公分。那 EOS 它板身比较宽，所以对于新手在控制转弯的时候。它是比 i3 Plus 好转弯，哦，这个部分是差一点，但是很多就很担心板短会不好移动。其实新手
他一站上板子之后，通常都不敢动，所以他两个脚的位置是固定的。哦，他是固定的，所以你板再长，你还是站那个位置。对，那当然你板长，你可以站后面，可是大部分的新手都站得比较集中。那 Eos 在站的位置是刚刚好可以抓到那个算是极限的地方了。哦，你如果站在极限的地方，其实你的站姿就不会太窄，对，所以短是短，但是它有它的方便性。这两天也很多人问我，都说我没有接单了。那 ISM Plus 那边他们有发现，就是哎，真的我说没有订单就没有订单了。对啊，我不接啦。结果他今天就告诉我说，会从武汉转上海，直接送到台湾。两张 i4D 的调速器，就是他们的主控那个东西，他会寄来给我。本来说没有啊，说要等啊，结果我说你东西不来，我就没有订单，而且我讲的是真的，东西就有了。所以很多东西，我不相信一个工厂，你料件都不用备，你虽然那东西你说没有订单，所以因为他们说 i4D 订的人很少，所以他们就停止生产。可是你停止生产，你的料件我不相信拿不到啊，而且那东西不是很特殊规格，但是你不给我，你要我东西再寄回去给你修。我说你如果要给我用修的方式，你早在两个月前你就要告诉我用修的，不是让我等两个月之后你告诉我说哎要用修的。所以我很生气啊，我就说好，那就不要做。好，他今天是说礼拜六，会寄出来啊，下礼拜会收到，好吧，那我们就等下礼拜如果有收到，我也都修好没问题，我们再来接单。因为其实我一直说滑板买不难，重点是维修呢，你遇到维修问题怎么办？那如果是由我这边代购的，我当然要考虑维修问题啊，否则你没出问题，通通跑来问我。那目前 EOS 因为我自己在装，我这边都有料件，所以发生问题的时候，我可以很快的做测试跟更换，所以我在心理压力上比较低。就是东西坏了 ，OK 来，如果能用钱解决得了的东西的问题，都不是大问题。例如说你东西来了，料件，主机板坏了 ，OK， 如果保固内，我就换一个主机板给你。如果已经过保了，那就算主机板多少钱。那电来了，发现是电池坏，那电池是消耗品，那就直接换电池。对，就没有那么多不确定性。那今天 ISM Plus 是今天来了，好，今天如果是主机板坏掉，那主机板我要等一个多月。那你们等，然后你们不好意思问我，两三个礼拜忍不住问我，结果我还是告诉你还没到，因为我也不喜欢回复人家那种不确定的答案。那我也不可能说每天都告诉你，今天没有，明天告诉你，今天没有，我也不可能每天去跟你更新状况，并不是我不回，而是没有答案的时候回是没有意义的，那是无效的沟通。对，所以我不想让人家觉得说，我不负责任，东西给我修，然后我都没有下文，是因为没有进度，我没办法有下文。好，这个是我这几天一直觉得很挂念的事情啊，就是我知道很多人在问，但目前我暂时是没办法接了。哦，那就没办法接，并不是 ISM Plus 不好，而是修理有问题。哦，因为没有什么东西不会坏，哦，都会坏，只是坏掉能不能修，好不好修，今天坏掉很难修，或者坏掉没有料件可以修，或坏掉要等很久。那我就宁愿就不要接这种案子，因为其实对我是没有帮助的。像鱼比较小，可能可以准备出去，只要出去地上湿的可能也不适合。对，其实我是蛮期待玩一下，因为很我看一下他们的资料啊，因为我之前有小米平衡车，它的极速它就限在18公里，没办法更快。可妙的是，你装上那个套件之后，它让你解开。你可以开到24就相当于我现在独轮车的速度。那在24公里，因为你是贴在地面上，然后坐在上面开，那个速度感会比站着的速度感快，然后你转弯会有那种甩尾那种感觉。
不过价格好像不便宜啦，我今天听好像一组套件要20000块。那小米平衡秤你弄到台湾来是10000啊，如果买代理商公司货大概是10000多，代理商可能没有那台，代理商卖的是国际版，国际版好像要20000-30000，对，所以你一台弄下来也是不少钱，不好玩啦，只是要找地方玩，因为如果是我啊，我装了那个套件之后，我应该不敢在马路上开了。也太显眼，你说滑独轮已经独轮滑板已经有点引人注意了，然后你都开卡丁车那还得了？但是那时候到河边应该很有趣。好，2:40，哎，我讲了7分钟，好吧，先这样子。如果有出去就待会就我们直接看在外面玩的样啊，如果没有，没有再说。3:10，现在才出来，因为雨现在才真的停。那坐捷运能到中山，圆山站，可能到中山滑过去，滑会比较快。再看看。9分，好，出站了，太好了，本来以为下雨的就没有雨了，好，在这边试，待会来这边试应该很棒，那我先过去瑞德跟他们集合，然后顺便在现场拍一下车子，啊，今天有一些部落客会去，都几个好朋友，对，等待到现场。主角，你们才是主角，主角是啥？啊 ，M6 啊，对啊，坐脚车啦，可以来，你看，你们可以自己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阿达、国青、娃娃、洪之恒、店长，对，店长的儿子，对。来玩这个的。对，来玩这台。坐坐看。可以啊，坐，可以，哦，后面开机啊，我帮你开机。啊，后面可以开机啊？真的吗？就是小米9号原本的开机啊。后拍一下咸鱼吧，现在是慢股模式。咸鱼股哦，又往后咸鱼吧，我操，把打的流量就靠你了，你把它撞掉。撞嘴一点，没办法，嘴一点就是他。快，我们都靠你了，你只要把它撞掉。咸鱼安半股怎么办？左脚踩两下。左脚踩两下。对，你只要用力的。哦，下车。这是室内，等一下就试完。不错不错，踩两下就前进。听到 BB 声就是吗？要开始介绍吗？先让你选择要撞哪一边，撞那边。那我再按两下就前进了。哦，懂了。左脚踩两下就切换。然后倒车会 BB 刹车。好，前进。谁要给我撞？阿达，这边经济价值最高。他长照险都买好了。对啊，长照险买好，不用怕。对。可是刹车没有很灵哦。没有，没有马上停哎。等下去外面甩尾就对，等下一定要甩尾。不用买车，但可以买。我好久没开车了。哎，有快哎。15，对。所以是最慢的速度，我也是最慢的。现在是8。现在是八。25，中间是18，再来是24。而且它踩起来有点像在直接哦，把你影片传给我们家的一间影片就好了，你就不用让他下去做了。没办法，感谢学艺爸跨刀演出。这个在人行道就跟滑板一样，对啊，真的跟健康步道一样。哎，轮径太嘿。这样漂移鞋，羽毛鞋。对，这个要一点点的。熟悉耶，对，熟悉完其实也很自由，因为它双脚会灵活。好，来，准备好了，让它前进，让它前进，开始放掉，对，就这样嘛，这样就好。哦耶，好，更帅是我直接跳上去，对，这样，但跳上去我就怕当成足球。要开始吗？这一款
卡丁车套件，但是是针对小朋友使用的。哦，那虽然载重可以到100公斤，不过还是以小朋友的身形比较适合。然后它可以有5段的长度可以去做调节。哦，那跟卡丁车一样，油门跟刹车。哦，然后我们以 Mini Pro 哦跟 Mini 这两个平衡车去做后轮的驱动轮。哦，在后面，就这台。对，就是这一台。那它还有一个手刹车，手刹车。如果我们要去做急转弯、甩尾的话，其实就是方向盘打到底，手拉刹车，嗯，哦，然后放掉油门拉，方向盘拉直，就是可以去做甩尾的动作。哦，对，这个可以再试试看啊。哦，那尽量在空旷的地方去做使用。时速最快大概到几公里？我第一次，时速我们先讲解一下，有三段。一个是8公里，哦，入门的，然后再来初阶、中阶就是时速18，哦，然后再来时速24，哦，那上车之后，我们记得我们就先踩着刹车，左脚刹车，哦，对，不会去说误踩了油门就直接往前冲了，哦，然后我们记得就是安全带。现在这样子的组合模式，我记得店长刚刚说是现在是车长最长的模式嘛？对，已经调到最长，已经调到最长，大概几公分的，啊？几公分在做的？我还没量过，我身高是170。然后，欸，阿达刚刚有错，我是170啊。然后咸鱼爸是178。178。刚刚我好像比较高，就比较稍微比较不舒服一点吧。嗯，可能会。180。现在已经拉到最长。对，是最长的。哦，所以大概180以上可能要考虑一下。对，然后在这个方向盘的高度，它其实有三段可以调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再去做。还可以调三段。对对对，因为这个是比较适合成年人的高度啦。嗯，好，然后我们。刹车放开之后，我们踩油门就是加速。哦，那踩两下，我们听到哔哔声的时候，它就是可以倒车。OK， 哦，这就是加油哦，加速跟倒退的一个模式。那价格大概是，我记得车价是19000，是不是？以大陆的售价是3000块人民币。对。但是如果你要购买，自己购买回来的话。太重了，就是太重了，运费太贵了，基本上是不划算。那也不是，我们也当然很希望你们找我们瑞德志去或我们的总代理去购买，哦，因为有发票嘛，我们走正式的管道报关报税等等的，哦，然后还有 NCC 的检验这些，哦，这样子去购买，这样有保障，然后有维修，哦，这样的比较放心吧，啊，对，真的会比较放心一点。对啊，它前进后退应该都一样。不要太用，它车头的地方就是这个，把它松开，它其实是一个快拆件。嗯 ，OK， 先拍这样，就是它是一个快拆件。哦，把它就是松开之后，哦，我们就是把它车头去把它压低，刚好换新的，就是平的了。对，好，然后我需要一个工具。上次我朋友上来，它这个工具就是5号的内六角扳手，然后去做放松的动作。是啊，那就可以调那个车的长度。对，调整车子的长度。嗯，这一次第三次。嗯，你是全台湾拆最多的。目前为止，未来还会再增加。四颗螺丝。对，它其实螺丝是一种，这我不知道是什么机构。那你松开之后，它螺丝是卡在里面的，不会说不会怎么掉出来，对，不会掉出来。然后这时候其实你只要往内，对，往内调就可以了。哦，有，哎，刚刚那个小朋友站就可以玩了。对啊。对，然后这个就是已经是说比想象中小很多呢。对，已经缩折起来了。这样看好像像房间，如果不含车子套件部分多重？这一般房车是放得下的。25公斤。25啊。你再加车子，我觉得像是3公斤台南，然后这样最小可以。台南做独栋布洛克真的是非常适合一台。对对对，台南独栋布洛克又小又小朋友刚好适合。最重点是我们去台南之后就有旧车可以开，真的非常重要。没有这个没有在副驾后座都要载人的。我看这个，不知道可不可以拖那个？买一台不要是跟车拖车，因为它其实后面的，它后面这个骨架其实还蛮勇的，还蛮稳的。可不可以当露营车用啊？反过来，对，它是反过来。那很聪明。要分解的话，它就是直接关机。这长度也是可以开用。然后再把那个电源，对，电源。
是公开的，猜这个就好了。应该太近的，太近了。OK， 像这样子，附带而已。对。然后其实这样就已经可以拿起来了。哇，太好了，这么简单，这个就是那个小，那这个是套上去的东西。对，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未来可能。刚好它套进去。Plus， 因为 Plus 的车轮它是11寸的。对。哦，那你如果对他现在没有，他现在还是在卡丁车的模式。他有接什么？就是你现在没有接，但是他我们刚刚设定就是设定在卡丁车的模式，所以你开机之后，他没有。他 app 一样用原本那个 app。对对对。哦。前面的接口还是有电器接口接前面吗？这边这边。哦，所以这是会接到，就是他的快接头。OK OK。就是。转接啊，原本的充电口，所以它原本就设计就有充电接口，它有电子接点在那边，对啊，所以它原本就是有传输资料功能吧，应该是，其实主要是充电用的，它可能新的机器可能。那这台上面有带有需要用到电吗？有用到它的电，它其实接的方向机的部分，它其实这边这个我电池哦，它只灯泡而已，前面的 LED 灯 ，LED 灯而已，就这么简单哦，它虽然没有也没关系，那它这边控制。都是吃测试它上面的电池，对，这只是控制 LED 接口接或电器资料啊。哎，有人问有贩售吗？十月份是？十月原厂就三万多嘛，原厂你去买一个汽油的卡丁车一台，十月份以后而且会贩售二手十五万，目前这个是台湾的样子。卡丁车就一只旗舰手机的钱，你就可以拿一台卡丁车回家玩。赶快去买的我玩这个要有要件，你要有东西载它出去，对，基本上要有车有楼。对，问题是，我就觉得他比较大问题是，我觉得那个最近很流行那个台南750平那个豪宅，对对对，他那个豪宅，你知道那个吗？最近讨论蛮多的，750平那个，那个应该蛮适合，就是在院子里面骑，这也真的不错啊。其实真的，如果有人要做生意啊，他就买个10台，对，而且把公司，对不对？很炫，你知道吗？找个就是像我们这个10台30万，他妈你一台油车你这30万的，对，卡丁车厂商的，对啊，这成本。成本算低哦，因为一台3万多块，15分钟就收了100块，哇靠！对啊，这大概几天就回本，等1/10。好吧，期待待会去测试一下。对对啊，好吧，先直播到这边，待会有机会。我们等一下会在那个花博那边去做测试，有机会我上去做一下玩一下啊。那先到这边挑战阿达，挑战沉重上。现在已经他待会怎么过去？我等一下过去开车，不是推车啊。哦，推车。因为这台车你我看过小时候开会背在背上就变成机器人。其实他这个没办法再拆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这是最小的。对。其实真的比想象中小很多。你妈！好，那就现在我们先没办法，我们待会等花博那边出去玩。现有些办移动计划，那边有红牌这个。你都在跟我们约，这个跟小米那个 Nike 要出了，漂移鞋。哎，这叫漂移鞋吗？这叫漂移鞋吗？对，叫漂移鞋。哎，这两台不一样哦。一样都是羽毛选，可是这个地方毛皮这个布，这是可以换，对，这可以换的。这看起来比较猛哎，这个。比较防滑。那一个是我改装的踏板。哦，你改装的是？3D 的那个。对啊，感觉就是不会滑。这个轮子不小哎，对，应该不小。